喂，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翻嚟我 channel。今日我哋到怪物弹珠，咁啊呢日系幽灵白雪最后一日，咁啊而家9:06啊，咁12点就完啦。咁我哋咧呢一条咧就系极幻影片啦，咁就系呢只 I 嘅极幻影片。咁其余两只咧发现进度唔够咧，中途已经放弃咗啦，系啊，即系护鱼女啊，同埋阵系啊，咁两只达到30几，决定放弃啊。如果唔系嘅话 ，R 都达唔到。呢一阵咧系我打过咁多次嚟，我觉得最好用噶啦。即系第三只可以转一转啦，第四只就睇队友啦。但系一二号一定系咁摆嘅。咁因为波波嚟一开始就弹咗先，咁就可以缩 CD 啦。跟住同埋可以撞到炮台清盾，最重要系清咗中间啲盾。跟住二 P 落机就可以上去上面 set 炮。咁就可以盡量唔好搞到個盾啦。出嚟食飯。咁啊，但係呢個關卡因為我冇小號啦，都係嗰句冇小號，所以就要自己單劈。咁啊，係啦，自己單劈啦。就算有群友打都冇乜分別。因為佢面對面先係多一隻。咁基本上打呢關就石位石到。都记得非常清楚了。咁我唔系好记得我呢个关卡攞过 S 未，好似未攞过。呢场都应该攞唔到，因为打得慢。反正超速，反正超速通关都唔会有任何嘅额外奖励，即系有，但系唔会有另一只 R 出嚟，咁所以算罢啦。咁呢本上嘢嘅关卡都冇乜好特别嘅，我又出人失败。哦，罗宾超几好玩嘅，罗宾超有成几好玩嘅。咁二血就 set 左边啦，咁啊 set 唔到，我死得，仲要喺晒右边。咁其实咧，琴晚咧就可以搭好嘅，咁点知咧就临尾就连炒两场，咁结果拖到今朝瞓醒先嚟打，咁所以变相咧而家好似有啲唔精神咁样啦。系，得啦。唉，仲要波波嚟个盾咁啱爆咗，不过好彩佢净系冇事。你打呢个关卡最重要就系谂到点样唔爆盾嘅啫。其实你只要唔爆盾嘅话，你就好易打。
我初见嘅时候系狂爆腾咯，咁所以搞到好一撇屎咁。咁地雷就可以唔理嘅，都得。咁啊，一下唔会炸死你咯，啲地雷，我只可以讲话系。叫佢点？アスガルド最強の武器の力。咁又话自己搞掂啦。好，重点就唔系战斗部分啦，而重点就当然系极运啦。系啊。咁我终于有一只暗属性嘅极运，同埋终于有一只扫雷嘅极运。因为第一只暗极运啊，一线应该到 ，OK， 好极运，咁加蛋未食，唔系好够加蛋。俾咗啲貨金充值嘅，好極運達成。咁啊，呢片片嚟到呢位置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，大家拜拜。